好，我是小超啊。那个俺爸刚才给我打电话来，说他工地上，因为他不是那个工地叫我去一趟，他说他们两个干不了，就是需要一个帮忙来叫我去，看我待会儿我去帮帮忙。你要那个我在家吧，我去。俺也去。你也去啦？叫俺去吧，俺在家无聊。走吧，走吧。嗯。我现在到了哈，俺爸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是干啥的，就是这串子打的那个量，就是打的那个路基。嗯。他们因为是打这个人都是俩人，我爸可能他两个媳妇照顾，给他照顾一下。俺年轻嘛，这你家给他干活拉个锯儿都不行的，没干活着，给你们气着了。好，你别动啊，来。